계속 프로를 지고 있고 뭐가 되는데 走吧，走吧。刚才一个老人很热心跟我说，这里就要下车了，所以我现在走路过去。这个三嫩城堡地图上有画。 地下道画满了，你呀，我还问一下路，求证一下。刚刚问了一个小姐，刚好是要从这里直接过去，又再走走，那条街要走。因为现在是早上9:30，这里没车，走右转过来，搭巴士到了。 时间很充裕，所以很多人准备。到下午6点，车子到那边的时候有穿过一条桥，这里有 tram 进来，所以这里应该是市中心。这边有一个教堂，比较大。哎，这里景致还不错，有下坡。布拉提斯拉瓦，我很久以前就想来，这不晓得怎么样来。 看不太懂。Tram 九路经过这里，这边可以拍近景，因为它前面是不是围着不能进去？就是在这站前面往前看，看看那个教堂，那个男士有一位男士也蛮好，他说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但围起来不能进去，所以就有 tram 进来。下面看到有一个斜坡下去，这个应该是闹区。 这个广场也是蛮宽的，而且很多铁轨都在这里交叉。又来了，从一路，里面进去也有教堂。开始要来对地图，那里虽然是市区，这边往这里面走的人蛮多的，进去看看。又是九路，刚才买那个票是普通的票。 也许可以买60，0.35个。这个地方是一个走道，古老一点，好像是 Michael，蛮古老的教堂。 教堂的下面有一个很古老的走道，这边有个走道，从这边过来。嗯，那学校没有用，但好像不是教堂，奇怪，还是楼上是。 就有一个。
表示。店都在这里，华罗斯基餐厅都有这种走不到进去。停车场，这个教堂是什么？啊，看这个就知道了。还是走回去吧，要在下车地方看到的这个高塔。就是上面，就回到刚才从那边下面走过来的那个塔，这里观光客很多，应该不会没错才对。没事的，这是大学，可能没错。1775，一个纪念历史的传奇。音乐家李斯特的标章，应该是在这个大学有关这个建筑物里面。刚才那城堡是看得到，这一点是奥地利的。影视馆，是奥地利影视馆，全貌是这样。问了那个穿绿色这个背裙的那个先生，好意的来告诉我，这里有一个井，潘斯卡啊，潘斯纳斯特拉科夫，这样找找看，应该就会知道了。现在看出来，刚刚从最开始进来一个套，小叶套，28是米小叶套啊，15号就是我刚刚拍不能进去的那个 Church of the Holy Day Trinity， 15号。所以照这个图来，我们左边就可以看到大教堂。Thank you.
下，这样贴在那里，像刚才的那一次就会有，不简单。到这里就到教堂，哦，原来就刚刚下车的地方看到的教堂就是这个。哇，这样子我地图已经明白了。这个人不想说他们的什么。这里一间很古老的建筑物，还有塔上还有塔尖，就在教堂正对面。这一条红的叫潘斯卡，现在可以进入教堂看看。往教堂都要往市区里面走。什么探卡西爵，历史不很久，1973-74年建上来的。不修，就一个十字，那个旧房子，天哪，奇怪的人像。就在教堂旁边，是891，我进去，我在做房子的样子，我要绕一圈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。是教堂前面，旁边广场，另外一个教堂。这里车很多，前面教堂旁边的房子，这个建筑好像也蛮古老。进来要2块钱的门票。